人家用书包看，我就是老乡，我们过去的时代，没有了，你捡到什么？没什么，哈哈，机会来了，没关系，哎，猜赢不一定会赢钱呢，好不好？五六七八，麦穗看是不是？哎，今天登场第一个赢，开心，耶！哎，没有啦，再给你一次机会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他太得意了，叫我捡到什么？不能太久了，真的太远了。好，来加油！五六七八，饼干啊饼干，饼干啊饼干，麦穗啊麦穗，麦穗啊麦穗，麦穗啊麦穗，拜拜。拜拜。拳王，拳王，回台北。拳王，拳王，至少他有声称很久。对对对。谢谢，我好像有三万，好像很厉害，对，很厉害，就是导致还蛮清楚的，真的，领红包，领红包，因为我有时候自己玩到后面都忘记，真的，到底是谁？